面想吃什么呀？麻辣烫。猜拳必定。炸。怎么安排？小黄黄。哎，哥，今天怎么安排？闺女想吃螺蛳粉。螺蛳粉，马上安排。北美的帝王蟹怎么样？这个必须有。法国蓝龙吃过没有？没有，这个得试试。泰国富贵虾怎么样？这个肉最嫩，我最喜欢。方大的卷皮虾要不要来一点？可以。哥要经常来哟。好嘞，我回来啦。还有螺蛳粉呢。等我5分钟。